我之前做四方报，我们在推动一些包装杂志，给他们看母语的包装杂志。那现在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是阅读读书。当我周围的异乡人都过得很好的时候，我也会觉得我过得还不错，就是表示我的社会很好，我们台湾真的是一个好地方。其实每个人在人生之中都很容易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，那我们希望站出来，我们希望能够照顾一些人，那我们也同样希望当这个好的就是循环被建立起来的时候，未来就算我们自己不在了，仍然有人可以继续这样照顾我们的家人，甚至照顾所有的人。